你想做要出世的这世间上，我人生顶上到底是欠你偌济？你想来甲伊抽筋眼珠，搁来甲伊抽爸爸、抽胃塞，即马得伊气管你嘛要抽，你根本都无资格用伊的气喘气。你家己希望，家己希望。你骂你啦！你骂你啦！ 但永静敢变心，真正，你哪会这敢讲哈？你想讲我伫咧内底，我就无法度对付你。你听清楚，你欠应信的，我绝对加倍讨回来。方婉菲。 你手头到底是捌着偌济人的货？我嘛平头要讲话啊！啊，不过那是继续做可以啊。我是烦恼应生，会气到半暝，我走去找你。安怎？你紧入去，替你家己拣一个位，啊，不过建议你哦，你千万莫拣着应生的隔壁，唔通让伊死都袂安宁啊！好，我今麦就入去替你买个好势。 安尼你真紧，就会当入清楚啊！方王妃，你敢讲两句啊？你想要甲你欣赏最无我坐哦？你阁剩一点钟啊，再加上交通的时间定期的时间，你即摆要去入去看你的查某囝，还是要徛伫遮甲人冤家？行。陈志玲。 你拄啊，有好好感谢阮应生无？感谢伊替你照顾你甲燕俊的宝宝。我的卡，即卖因三个人已经伫咧另外一个世界过甲真幸福啊，所以才好好活，唔通遐早死，莫再去破坏阮应生的幸福，听到无？ 我是杀人魔，是黑寡妇。其实上歹衰是你，你却是你家己的爸爸妈妈、姐姐，还佮你的后生。即摆连你袂出世，囡仔都让伊去死啊！我会等你看，看金家这个人。 是不是拢会甲因同款，行一条路？我爸爸，我爸爸，子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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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子
何警官，麻烦您检察官赶紧调查清楚，阮顾到底是安怎死的，嘛通紧判这个小查某死刑。啊，若无，伊就是纵虎归山、放虎咬人罪人。医生，
你好心，妈妈会替你报仇哦。等报仇了，真紧就来跟你团圆啊！你到底要看查某囝无？等妈妈哦，你先等妈妈哈、啊。